喂，咩事？睇住啊，老细。哎呀！俾翻你。喂，老友，你得正老中心做乜鬼啊？跑马经啊你？我睇紧视障人士生活要住嘅地方嘅书嘛。不过你都冇眼睇嘅，等我睇完话俾你听讲咩啦。咦，我认到呢本书喎，《完全复康手册》。喂，劲喎，面包一摸就知道系咩书。呢本书我已经刨到滚瓜烂熟，好似睇完马经咁噶啦。嗱，唔好话我唔老友，等我教你点用呢本书啦。细路知唔知呢本系咩啊？有咩好嘢啊？书一本咯。呢本唔系书，亦都唔系马经。呢本书咧叫做《点读书》，特别啲嘅。咩唔同啫？咪一本书。你有所不知啦，呢本书咧除咗睇之外咧，可以听嘅。听都得。系，梗系啦。嗱，只要配合我手上呢一个叫做点读笔，咁再要将书里边嘅内容咧转化成声音读出嚟俾我听嘅，因为我冇眼睇。咁神奇？梗系啦，学嘢啊，靓仔。咁样点读法啊，面包系咪掂下本书佢就会读俾我哋听啊？首先你话俾我听，你想听广东话定系普通话？亲切啲嘅听广东话啦。首先要卷一本书，咁呢本书咧第一版嘅内页最底，咁你就拣选咗你要听嘅语言先，咁用支笔点落去。普通话。广东话你咪点广东话咯，普通话你就点普通话，唔好点客家话咯。粤语。之后每一页书嘅内侧最底嘅边边咧，都会有一个阅读码。咁当你扫中之后咧，就会由至顶读到至底噶啦。什么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？为什么糖尿会影响眼睛？有时你唔想听晒全部内容咧，你可以攞支笔喺本书嘅中间随意嘅地方一点，佢就由嗰度开始读到尾噶啦。增生组织切除，视网膜修补。哇，面包都好易用喎、啊、本书。如果一啲视障朋友唔熟科技，佢哋都用得到、啊。面包梗系易用啦，就算你老婆或者九十几岁个阿婆啊，一样用到啊。面包，你又话睇过呢本书啦，其实呢本书讲乜嘢嘢噶？嗱，呢本书咧我就背到滚瓜烂熟，我哋当系马经咁跑噶啦。呢一本书咧就叫做《完全复康手册》，就系俾一啲新失明嘅朋友同埋佢哋嘅照顾者睇嘅。我知道咧，受视障困扰嘅朋友咧，佢哋初初都好彷徨嘅。嘉伦，你都有呢方面嘅经验啦。我十几年前啊，只眼有事嘅时候睇唔到，喺屋企都匿埋咗咁多年，觉得冇咗视力，点样喺呢个世界生存呢？怎样生活呢？自己乜都要靠人。阿伦，可惜你生不逢时，咁早出世，你睇呢本书咪学唔到嘢咯。嗱，三个范畴你要知嘅，有心理辅导，有复康训练，仲有过来人分享经验，杀晒。希望呢本书咧以后俾到支持新失明嘅朋友啦，同埋令到社会咧关注多啲唔同嘅眼病嘅问题。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佢有视力障碍，或者你对呢本书有兴趣嘅，你可以联络我哋香港失明互联会购买或者查询。拜拜。拜拜。